哎，鸭鸭冷水下锅炒熟，倒一罐啤酒，什么花椒、草果、八角、白口、姐们全都有，姜片、小野、桂皮、干辣椒加冰糖，没有生抽、老抽、甜面酱，你不要下厨房。最后加水没过小火炖四十分钟，香辣美味，灵魂飞上珠穆朗玛峰。哎。